我认为班长需要有能力有实力，像轩哥一样。对，逸轩哥他的能力我是特别的相信的。我们都对轩哥很有信心，所以我觉得轩哥的舞台真的很好看。选择的班长是周逸轩。因为轩哥有办法。开头都会很难嘛，然后相信轩哥夕阳红的老经验。